世界柔术之王 Bruno Amorim. Genius. Don't be good, my nigga. Be great. After that government cheese, we eating steak. After them projects, now we on the stakes. I'm from the bottom, I know. Claim. Fuck up, square. Fuck up, square. Fuck up, he in the cage like me, I'm in the main bag. Same gray sweats with some white shoes socks. This is black leather pants and the tear stands. Socks and front of the clear. I got the club swimming like Oxford, I swear. Teacher, try to unteach ya. All the shit they taught you, they got you all in the bleachers. When you rumble at the nigga game, you lose the spike leaves. You rumble everywhere, you win it. 南方即将出场，全场都在沸腾。 他就是被称为哈萨克斯坦民族骄傲的 BABY NAZARO。 29岁，身高1米78，号称是由街头实战锤炼出来的阿莫林，是世界柔术冠军。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from Brazil, Jiu-Jitsu champion of the world, do Cotne Vermelho do Brasil, Bruno Amorim. 南方选手是此刻全场兴奋之源，是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骄傲，也是当今哈萨克斯坦全国最负盛名的格斗明星。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enjoying the fight, the pride of Kazakhstan, Baby Nazarov. 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Thomas Fan,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our referee in charge, Thomas Fan.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这是昆仑杰走进哈萨克斯坦的一场男子72公斤级的这个 MMA 的比赛。那么红方是贝布特，蓝方是贝布特，红方是布鲁诺。非常漂亮，是巴西柔术出身的巴西选手布鲁诺，非常快速的下潜抱摔，而且是马上进入了地面的缠斗。现在很明显的意图啊。 现在布诺就是想过腿摆脱对方在下位啊，可以说是处于下位的选手的最后一道防线了。然后大家看到，哈萨克斯坦选手贝布特显得是比较的慌乱，他不想要布鲁诺过到自己腿的一边，给自己产生上身的压制。好，现在两个人还是在拼抢啊，这个上身控制的位置。对。 现在是在抢把位呢，实际上你看是我们觉得好像是，互相彼此之间已经各自拿着自己，但是现在还不是很合理的位置，所以他现在还在进行一种纠缠。你看，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巴西选手呢在上位非常的紧，他使用了一个横向位的压制，是完全压制住了哈萨克斯坦选手贝布特的上身。这个时候。 贝布特上身已经被压平了，这个时候他转身非常难，起桥也非常难。这个时候，被布鲁诺呢就要一步一步的从这个位置蚕食对手，看最终能不能拿到更好的位置，比如说是齐肚子、承骑，然后施展打击技或者锁技，还是呢他也可以从这个位置直接施展锁技。但是这个位置啊，如果在上位的布鲁诺呢实施打击技的话，显然就显得不是很明智，因为。 这个时候打击技的话会暴露自己，所以说就是压的不是那么紧了。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下位的太阳起桥完了，太阳起桥。这个现在这个齐正位之后，我估计现在这个、哎，刚才是想转身进行解脱，但是很难啊。是的，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呢，基本上这些选手自由式摔跤的功夫，还有起桥的功夫呢，都是非常的深厚，也就是起桥非常突然。但是呢，他们有一点欠缺的就是细腻的地面的缠斗的技术。所以，我们都说俄式风格的选手和巴西柔术风格的选手都是一场精彩的赛事的配对安排。我们看到下位的贝布特显得是非常的被动，然后上位的布鲁诺呢，反得非常的耐心了，有耐心，他非常有耐心。我也不急着说要那个索尼降服你，我就慢慢的缠死你。是的，啊，你看，是吧？在下位的选手啊，在这个位置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呢，他现在是基本上承受了对方的体重，而且同时要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或者说是暴露出来给对手降服自己的可能。这比赛有看头，你看，啊。看来这个，如果是作为我们要是在中方运动员，他可在这种很好的这种集中位，他是想进去吧，尽快结束战斗。但是你看巴西的这个布鲁诺，他叫我们要这样，我慢慢缠着你。是的，啊，我也不急，反正我在那个集中位，我是占着绝对一种优势。是的，因为他可能也是顾及到，贝布特作为一个非常强的，可以说自由式摔跤功底的选手，还有桑博功底的选手。可能会在自己实施打击的时候呢，造成自己在上位重心稍有不稳，有可能对方就起桥逃出了。大家看到施展一个有点像想拿腿来挂肩，大家看到在上位的布鲁诺腿已经盘上来了，这个位置呢叫做可以说是叫做蛇形成旗，蛇形成旗呢它可以转向侧面实施十字固。可能对于观众朋友们这个位置对大家来说，刚才一个蛇形成旗也有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理解，嗯，但是呢现在又回到了这么一个标准的成旗的位置。大家看到这就危险了，他跪住了对方一条胳膊，现在呢实施十字固，但是呢非常快，大家看到贝布特的起桥的功夫非同一般，抓住机会在被降服那一刹那翻转了过来，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巴西选手布鲁诺的下位的防守功力，还是采取的比较积极的防守。大家看到布鲁诺他是从上面环绕住了贝布特的手臂，对，这个手抽不出来，现在他那个手抽不出来，现在那个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实施击打，对，而且呢从这个把位还可以施展比如说是三角锁啊，包括这个挂肩这个肩的一个反关节的控制呢，都可以为这些锁技作为铺垫。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柔术系的选手啊，可以说是喜欢蚕食对手，也是这个道理。看，我们看到这个上位的哦，下位的选手刚才有想转胯，如果他的胯出来，有可能使得不好。上位的地面锤击，你看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贝布特的力道，是吧？这是一刻就施展出来了。是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下潜的抱摔，非常扎实。其实笼子啊，对于运动员，特别是 MMA 综合格斗的比赛啊，对运动员它是有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因为它不像这个传统的绳圈有死角，嗯，而且呢也不存在这个选手会被摔出场外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听起来铁笼是不是觉得有一些的可以大家这个印象？其实呢，大家看到这个铁笼它是圆形的，它目的还是为了保护选手在某种程度，保护也是为了一个世界上一种冲击更具有那种冲击力。是的。现在大家看到，这是蓝方选手哈萨克斯坦的贝布特同这个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布鲁诺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就像宋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哦，我刚才有一个想 KO 了 ，KO 了，看这个有没有？现在处于上位的贝布特实施非常施大力沉的上位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巴西的选手犹如一个蟒蛇一样，从下位又是缠绕住了贝布特的腰部，这个时候会对贝布特的上位打击造成一定的影响。嗯，大家看到拼命的想把贝布特的头拉下来，对，一给你头拉下来之后你就没有这个打击的空间了。是的，啊，让你无法发力，你看到这就缠着你，像个蟒蛇就缠着你。是，但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像宋老师刚才第一局我们看到的，
处于上位的布鲁诺在处于上位已经有相当有段长时间了，但是呢他选了一个比较有耐心的打法，但是呢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是明智。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第一回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个贝布托解脱一瞬间就反映出他的力量要比这个红方选手这个布鲁诺要大许多。是的，因为啊从这个对方起桥的同时啊直接做十字骨难度非常的大，更何况是面对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摔跤系选手贝布托。好，双方又回到了站立的比赛的姿势。这个时候啊巴西选手布鲁诺要非常小心了，对方的重拳刚刚是让自己已经是吃到了苦头。现在我想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贝鲁特现在要施展一个打战力，我先打会儿战力，我待会儿再打地面，是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而且自己啊，有很多的摔跤系运动员，他们倒是选择打战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怕摔，在摔还有缠斗的时候，他们能够已经发挥自如，非常有信心了，他们能够选择战力。看，那就要看贝布特有没有这个信心了，因为很明显，自己的长处、短处，还有布鲁诺的长处和短处都非常明显。我看到布鲁诺的眼眶已经有一些的出血。双方这时候选择这种站立，我想目的还是想都彼此之间想调整一下。是的，我们看到双方呢现在都是，哦。这个贝布特呀非常有特点，他的后手拳呢是可以有非常长的距离打击。大家看刚才又是非常漂亮的布鲁诺趁势有一个摔法，现在把贝布特压在地上。但是呢对于贝布特的下位防守，我们刚才从第一局来看，大家看到虽然啊双腿是紧扣，对三角锁锁住你的这个腰部，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哎呀，采取了和刚才布鲁诺相同的可以环绕对方的手臂不让对手起身打自己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作为桑博系的选手，他的缠斗功夫有没有柔术强还是一个问号。大家看到话音未落就被对方出了出来，你看，对他想做一个扫翻，他想翻上来，哦，这个时候是应该是有一个犯规的嫌疑，因为三点之地啊，下围的运动员使用这种往上蹬的这种违法，不能蹬头。所以说有一些运动员啊，他非常这个善于利用这个规则，他不会站着，他面对下围的人啊，选择一个膝盖摆下来或者一个手摆下来，同时呢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看到场上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是不是布鲁诺的体能还是旧伤复发呢？我们开始托马斯潘还是在给贝布特一些的警告。我想啊贝布特也不是有意的，因为两个人呢已经是打得非常焦灼了，自己想取胜，而且面对一个巴西柔术的黑带在自己上面，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所以他不想让对手扑下来，一扑下来就把自己压平了。哎，看到这个，这时候趁机那个巴西的布鲁诺想这时候也想调整一下体能，是，反正你踢我脚你放不用，这时候我就靠着我就不起来了，我也歇会儿。是，应该会是有这个，少则几十秒，多则可能是有几分钟，可以说三四分钟，可以有的赛事组织小五分钟的这么一个休息。但是呢，五分钟的休息基本上有一些赛事它是被踢到裆部比较严重。对。但是呢，看来这个布鲁诺大赛经验非常丰富啊。而是我就站在这里，我说你刚才把我给踢懵了。对。你也没办法，你就是作为场裁判，那就看你自己的感觉到底踢得重与不重。他反正就那个谁布鲁诺说，反正是你踢挺重的，反正我就坐这儿啊。看来这个场裁托马斯翻呢还说你最好还是起来吧，比赛没有完呢，现场观众都在等着你们的又一轮的对决。双方啊都有自己的技术特点，然后看来布鲁诺在前两局的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能够比较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巴西柔术的特长。作为贝布特来说啊，这个第三个回合不知道他有怎么样的战术的调整，如果说还像前两局那样，特别是第二局后半段，你面对一个巴西柔术世界级的运动员，你出腿半边空，直接被抱着腿就被挤在笼边了，幸亏啊是这个回合结束的铃声救了自己一命。
双方又是进入了，哦，又是刚刚的，跟第二个对回合的开局是一样的，挥手拳，挥手拳打击对手。布鲁诺呢是不断在调整自己的战架，还有自己的时刻准备下潜抱摔。蓝猫选手这个背部托，你就选择打开了啊，除非迫不得已再打地面，是的，哪站立？面对喜欢下潜抱腿的运动员，其实贝布特应该多采用一些的这个提膝的动作，让对手觉得哦，他是不是有重膝，心里边有一些担心，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会，给他造成一些犹豫的这么一个心理影响。前扫踢，嗯，干扰，刺拳击服。在站立的比赛环节上呢，还是贝布特在节奏调动上面占据一定优势。大家看到，又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手拳，但是呢，没有给布鲁诺造成重击。现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蓝方选手啊，贝布特，你就去选择打站立，我有机会我就先不给你打这种地面，尤其是现在已经打到那个第三回合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体能已经消耗很大的情况下，我要地面又不如你巴西的这个布鲁诺的情况下，我就打一些战力控制一下，先控制场上的一种局面和局势。是的，但是无奈于啊，自己在前两局啊都是吃了地面的亏，吃亏。在第三局呢，究竟这个比分能够拉回来多少，还要取决于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表现，还要取决于前两局场外打分裁判到底判这个实际分数是多少。嗯。在这个 MMA 综合格斗啊，都流传运动员当中啊，都流传一句话：真想赢比赛，不要把打分的这个比赛的判定权给场外裁判，因为到时候很有可能就出现这种，其他，因为有的不能说是场外打分裁判的问题，而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对于综合格斗的判分呢，也是非常的不仅仅是要看你的各个环节的表现，而且要从整场来拿捏。嗯。如果说从那个地面技前两个回合来看的话，应该是红方选手布鲁诺是占优势。但是你在第二回合里头，那谁，贝布特也把巴西贝鲁诺刚开始的一个重击给打散了，你怎么看？如果按那个这个搏击规则，那是要扣点的。但是那个 MMA 规则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是的，它更多是要看你地面技的这种降服控制能力。是的。在 MMA 当中呢，在昆仑决的综合格斗比赛规则当中呢，在场外打分裁判基本上有几个判分的标准，就是打击的有效性，还有你的缠斗当中的主动性，还有你整体的这么一个控制能力。大家看到又是一个急冲式的抱摔，龙斗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急冲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背后的笼子它不是像围绳一样有弹性的，它有一定弹性，但是呢，运动员到这个时候，一旦被挤到龙边，不仅仅是在倒地的时候被挤在龙边非常被动，这个时候也是相对也被动，因为他后面他没办法进行防摔了，他很容易就被对手拉着自己的腰胯，然后举起来摔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贝布特呢要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要反过来转的把布鲁诺挤在龙边才对。看到布鲁诺呢，也是在可以说是笼子的笼边，这个墙也好比是一个另一个地面一样，因为虽然不像真正的地板让你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呢，毕竟对方的重心是在你身上。哦，这个是有一个打裆的嫌疑。出了一个牌儿。那这样没啥说的，那这场比赛就是一个牌，他就要输掉这场比赛。是这个托马斯帆呢也是毫不留情啊。对，托马斯帆是国际的亚洲啊，可以是亚洲顶级的国际级的裁判，曾经执裁过一系列的包括 UFC 在内的一系列的大的赛事，然后经验非常丰富，而本身呢也是巴西柔术的黑带。如果场上啊出现了双方运动员被叫停还在这个打，或者有别的局面的话，托马斯帆相信呢，他作为一个裁判也可以这个出手来遏制住场上的混乱局面。但比赛继续进行，这个时候布鲁诺呀看起来体能有一些下滑，刚刚呢是把双手摆下来，哦，现在是贝布特主动采取摔法，但是呢不见得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现在知道一个黄牌
这场想赢就很困难。是，这是我要主动的进攻，要降服你，要让这场比赛输掉。哦，又是一个超腿摔，现在对于贝布特来说处于下位，而且呀、啊、是被挤在了龙边。因为我以前、啊、跟一些的专业运动员训练过，在这个墙边的战术呢也接触过一些，被压到这个位置确实非常难受，有劲儿使不出来，而在短时间里都会消耗你。现在看到他在走这个墙，想要翻成一个抱单腿的动作，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这个翻盘，比赛已经结束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一号裁判30-29，二号裁判29-29，三号裁判。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一号裁判30-29，二号裁判29-29，三号裁判29-29，非一致判定。本场比赛双方战平，加赛一局。And now we will have the extra round。好，我们这是加赛了一个回合呀、啊。这在那个 MMA 比赛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就是前三局打平然后加赛。但是我觉得他们打平这个是肯定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贝特的教练团队提出了异议，就我估计那个异议应该是那个黄牌警告的异议，然后通过这个辩证也好，申诉也好，最后说那好吧，我们就加赛一局。好，我们看到。反倒是贝布特采取了抱摔，那把布鲁诺挤在了龙边。布鲁诺呢也是想奋力的防守，这个位置对于布鲁诺来说呢是不陌生的，而且呢自己在这儿也是说如鱼得水，我巴不得把你把我挤在龙边，然后我们尽快开始缠斗。我就觉得从心理上来说啊，巴西的这布鲁诺他认为我赢了，对吧？但最终没有判，然后说打平，然后再回到这赛场，从心态上来说的话，应该现在是哈萨克斯坦的贝布特更有心理上的一种优势。是的，这主场再一个，给我这次机会了，我有翻盘的一种可能性，是吧？而现在这个巴西的布鲁诺，他可能还没有从在前面比赛的那个胜利的喜悦当中，过来，觉得哎，怎么又加赛一局？我就觉得，你看一开场就觉得现在是哦，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贝布特更有冲劲儿。你看到布鲁诺呢是连续的使用摔法的转换，但是头呢已经被一个类似于断头台的把位拿住了。虽然没有发力的这个点和时机，但是这是很难受的。现在布鲁诺呢还是非常的耐心。嗯。哦，抽出来了。但是比赛啊，到了这个环节啊，对于。可以说是对于贝布特来说呀也不妙。嗯，即便是加赛了一个回合，即便是自己在加赛回合的开始施展了猛攻，但是呢现在又处于被动了。是的，因为如果谈到这个消耗战拉锯战，那对不起，布鲁诺是大师。现在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蓝方选手贝布特想进行一种解脱，但是现在谁布鲁诺是不给他这种机会的。是的，给你机会，你现在处于一种被动就被动吧，你想解脱哪那么容易啊。贝布特想从这个位置呢刚刚几次想要提膝来进攻布鲁诺的腹部，但是呢哦，现在是反了过来，摆脱了自己的龙边被动局面，但是又被布鲁诺甩到了龙边、力量非常大，实施膝攻。哦，扣腿摔非常快，转换非常漂亮，布鲁诺缠斗的大师。
现在啊，虽然贝布特控制住，从下位是夹住了布鲁诺一条腿，但是呢，并不紧，并无大碍。所以说在，哦，这个加赛比赛的环节结束了。对，这样，这很难判，看这怎么裁判。And now, after the final extra round, we go to the judges' decisions. Judge number one.10-9. Judge number 2. 9-10. Judge number 1. 10-9. Judge number 2. 9-10. Judge number 3.9-10,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rner, Kazakh!